公主并难相处，出国好痛苦。出发的时候我穿好我的白雪公主装，我看到小猫咪跟他们唱歌是怎么了吗？你唱什么歌？白雪公主的歌吗？我唱雷歌。居然还唱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，然后唱 Elsa 的歌。我说我心脏不好，他就跟我讲说那都是假的。我一坐上去，我真的后悔了，超快超恐怖，我就喊救命，他手还伸过来一直要捂我嘴巴，不让我喊哎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